等一下，吴玉宽隔壁就是也是那个 WNBF 总冠军，我们的朱选手嘛。哎、欸，对，朱选手有来吗？腿很强哎、欸，只有这个项目对不对？应该没有什么男子健体啊，那个时候，那个只有健美啊，只有健美啊。对对对对，有一个是男子，他要不想放弃，一定要上台的这个精神哦。其实我今天以为他不会上台，我也以为他不会，但是他承受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、社会观感，他还是选择把他健美运动员的这一个协议、这个灵魂。好好的表现出来、哦，好看，好看。Full respect, full respect， 念的无悬念哦，五分的。对，第二名蔡永峰十分，也是无悬念。对，第一名跟第二名是毫无悬念。只有这个项目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什么男子健体啊，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只有健美啊，只有健美啊。对对对对，有一个是男子，他有点像体操的感觉。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我有点忘记，他也叫，其实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，因为他后来就没有再办过了。叉叉健美这样啊？他有技术健美还是？对，但是他有一分钟的腿。去年用那个非常非常可爱、非常厉害的法国的音乐。哦，他换了音乐了。OK， 他上一次是用那个法国的歌曲，他的很猛的。他的自然动作其实也是编排的非常的。这有练过哦。去年，哎呦，这有练过，在古典。跟燕文跟万事禄 PK 的古典冠军的前三名，在全项总冠军尬的，他是朱小朱。哇塞，真的是我满心的 respect， full respect， 那个状态的改变，还有他不想放弃，一定要上台的这个精神哦。其实我今天以为他不会上台，我也以为他不会。但是他承受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、社会观感，他还是选择把他健美运动员的这一个协议、这个灵魂，好好的表现出来。哦、好看，好看。Full respect, full respect， 念的无悬念哦，五分的。对，第二名蔡永峰十分，也是无悬念。对，第一名跟第二名是毫无悬念的哈、哦。然后第三名是，也是无悬念。对。